喺巴黎奧運自由泳攞到兩面銅牌嘅何詩蓓同港隊泳隊其他成員翻到香港。何詩蓓話：備戰過程已經盡力，冇留低遺憾。我自己就好享受今屆奧運嘅，因為我個目標都係希望自己可以好好發揮到自己嘅水準，同埋我成日都話個過程比結果更加重要。所以我覺得當只要我喺比賽，我過去嗰三年訓練盡咗自己努力喺比賽中做到自己最好的，我就覺得沒有遺憾。即我去這些奧運的目標不是希望為了成為拿得最多獎牌的運動員的，但是我都是做了自己的本分，盡力去比賽，盡力去游，跟住拿到可以為香港增光是一個光榮。